这个是磁性伺候机，现在呢，我们用在那个小提琴的面板和底板、侧板的这样上面来。那么首先介绍一下，这个伺候机呢有三种，一种呢是测1毫米到7毫米的，也是1毫米到7毫米的这一种，这主要是测小提琴为主。这种呢，测3.5到12毫米，因为它这个测量距离比较大，东西比较厚，所以它用的磁相对来说比较大了一点，增加它的磁性强度。这种呢，伺候机呢，它就包括了这两根伺候机放在了一起，一边它是一到七毫米，用的是小磁性。翻过来，它也能从3.5到12毫米，这个时候用的是大的磁性，所以它测两种，薄的是用小磁性，厚的是用大磁性。现在把它放在一起了，这样呢比较方便一点，它这个精度跟这两个精度是一样的，但是做的时候很麻烦。这个批量基本上，这种配对的概率很小很小。那么磁性伺候机的它这个原理呢，主要是利用两个磁性，它能相互的吸引，SMG 吸引。它吸引的，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中间加一个物体，那么这个两个磁性的距离，就是这个所叫物体的厚度。厚度，如果这个厚一点的，我们现在这个加的是4.5毫米的标准片，它这个磁性的距离也就这么大。如果我们加薄一点的，这个是1.5毫米的，那么这个加进去以后呢，它这个磁性呢，两个距离就是那个1.5毫米的。这个时候的磁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一点，因为它比较近，就大一点。如果更远一点的，12毫米的，这个时候它这个两个磁性的距离比较远，所以它这个磁力的也就相对比较弱了，弱了。另外，我们如果这两个磁性加入物体以后，上面这个磁性移动，下面的磁性也会跟着移动，就好像我们用这个伺候机，下面的磁性放在那个提琴的腔体里边以后，如果移动上面的测试杆，下面的磁性也会跟着跑，跟着跑。知道了这一点以后呢，我们就对具体的这个就模拟提琴的面板。如果从 F 口里边放进去，那么我们移动测试杆，这个时候呢，下面的小猪就跟着那个伺候机的测试杆跑动，跑到某一点，如果我们拉动上面的绳索，就能进行对提琴进行测试。现在我们把这把琴是一把新琴，它做得非常好，面板是基座板。独板的基座板，
它那个侧板用的料，侧板用的料跟背板用的料是顶级的欧料，非常好的材料。现在我们把它进去测试一下，小猪从 F 库里边进去，然后我们拉动绳索，你就会听见在这个位置，也就3.3到3.4之间会发出声音。这个声音对应的刻度就是这点面板的厚度，我们把它写下来。这一点厚度，这点厚度是2.6，移到上面，测这一点，3.1，在上面。2.8，这是如果我们撑边侧板，就把它撤过来，侧板，它在1.2的位置就发出声音了，就说明这个侧板的厚度是1.2，这个背板。背板的中间它是4.9，上面是3.1，下面这一点可能是最薄的，2.7。这里是3.2，3.6，3.6，3.2。如果我们要取出小猪，很简单，移动到那个小孔，移动到小孔。就把它吸出来了，啊，这把是新琴，这把是古琴，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，200多年了。对于古琴，我们修复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把整个情况都了解一下，同样也是把小猪从 F 库里边进去了，啊，测量一下它这个厚度啊，中间是4毫米。这里是3.5，这里是2.8，最好是把这个琴弦都拿掉以后测，
那个中间比较好弹，这个这次示范的就不拿了。这里是 2.5， 这里也是 2.5， 2.4，最后退步了，2.3，2.4。我们测一下它这个侧板厚度，1.4。1.25，1.25。背板测一下，中间4.2，4.8，3.8，3.4，3.7，3.1。最后测完以后，就把小珠从 F 孔里边取出来。这样测试就完成了。这是测下的测试那个记录值。这是面板，这是背板。